签名宝座耶、怎么了？你怎么破音了？怎么有人破音了？刚刚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有没有看到鬼哥现在要签资料夹？有没有？刚才我们是不是有请鬼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拍大合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张大合照呢，在下个礼拜三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，请你呢点到官网去活动记录的专区，我们会把今天这一场签唱会的照片啊，还有呢精彩的文字啊，我们都会秀在上面。如果说大合照当中你的脸有被圈圈起来的朋友，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亲笔签名的文件夹，这一个人都可以。好，我们马上要开始签名。好，这个大家呢提醒一件事情，我们下舞台的这个地方呢，那边我们稍微净空一下，让我们上台来签名的朋友可以顺利走下舞台，然后请大家。准备好去哪里做？只是你来到我的世界，错过了机会也会走得前。活动，所以接下来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10点，我们都会在美丽岛大道上呢有非常精彩的表演。那除了8月10号那一周是没有之外呢？